你走那两天安的呗？俺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不知道。是怕谁进地里掉地里头呀？不知道。锻炼身体，压压腿。哎，拿下来吧，你那小短腿散了啊。谁干这个活吗？完事儿还够长。他偷摸的跑啊！偷摸走，偷摸回来，走也不告诉我，回来也不告诉我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他也是，你看，手机就在这放着，然后藏门后了，被我发现了吧？你干啥呢，哥？整菜呀。整啥呀？整烤串吗？哎呀，亲自下厨。必须的。这你这回来了，好不得那啥啊？不得亲自下厨表现一下？拿手菜，干啥呀？这都高手吗？都打手菜呀、啊？你不用手，你咋整啊？也不能用小猪蹄儿啊。拿你手啊！放点荤油。放点。这怎么还得磕的磕的？涮一涮，整干净了。哎呀，啥时候学干净了，还得整干净它。不是你回来了吗？你不回来，我也不干净。回来也没见你赶紧到哪儿去呀、啊？磕了磕了，你知道啥意思吗？啊！磕不磕？告诉你，我在炒菜呢。啊！我得表扬表扬他呗。你老不说话。哎呀！一点表示都没有。真厉害！这谁家老公还会炒菜？怎么能这么厉害？我啥呀？我干活吗？你不磕的磕的，让我表扬你的吗？好像不花钱似的，那怎么？什么玩意儿？我这玩意儿好像不花钱似的。啥呀？杨大伟，你办不办那个？要办那个，我就给你切出来。哪个？这个。这还会颠勺。这你不得整两下子吗？哎呀。葱不要那什么了哈？就来点葱呗。出锅啦？不。可体现东北的菜量。哎呀，这么一大锅。嗯，对，都不能碗来量，都不能用盘来量。这是一大锅呀。对，用锅来量。锅，你来视察工作来啦？看着点儿，这啥东西别少了料。这监督的，少料容易急眼了。让我自己办，我都不知道你搁啥料，我得看着你，看看你少啥料。那你不知道我整半天。你不能让大姑看，要不大姑把手艺学去了。我那就刚好糊弄了呢。我都得看着点儿，我哪回办自己办完了就觉得不好吃。哎，杨大爷办真好吃。我说人家杨大伟办的好吃，是拿手办的，你们拿啥办的？我们也没用脚办呢。你拿筷子怎么办的？你拿筷子办就不行，得用手。对。而且得是埋了八胎的小手。埋八胎小手没找到灵魂呢。都你得抓几下都有数的，你没学到。抓几下？这个。抓几下？杨大伟靠大夫抓几下。这个不抓几下，这个用筷子。改了，你姑父告诉他抓有关系，你抓几下都有数。又改了，又改了。这个你得问用筷子拌几下，大姑。不好吃可不行。大姑就你等做菜就品尝十就你大姑。行、嗯、行。行吗，大姑？行。不是假的。行。行吗，杨大厨？行。他的料就是搁不多。今天菜挺丰盛啊！你给我整这玩意儿多好看点，要说废话，掉地里头。不是，那你家不是它不是好不好看，它是那玩意儿能起到啥作用？对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？为了好看。不是，爸，你那个作用我告诉你是啥？压腿。鸭腿，不是，他狗进，那狗不该进不还进吗？你那点玩意儿他也挡不住啊。不干，我吃饭。我觉得我炒这个还算炒的挺好的。怎么样？嗯呐，不错。臭。你，你，关键是我的。
切的好。嗯，切的好，嗯。我切的好，完了你再加。你整太多了，平时都一盘，这一下干出两盘子来。也是这么大的藕，也是两个。是吧？今天可能是切的薄，所以就显得很多。每天都薄。就是那个。超市买的，啥一路这么多呢？买两个，我每次都买两个。快点吃饭吧，不天天抱怨没有肉吗？你看今天多少肉？哎，有肉也不敢吃，那给你的不给我的，我搁家没有这待遇。你瞅你一回来十个菜，我在家我都，他们一问晚上吃点啥，哎，对付口得了。让他看，要不然有骨头。那骨头都轮不到我，骨头那给那个熊二的。你说你家庭地位吧。嗯，赶不上他。嗯。来，哎妈，倒这么多呢。你喝没喝好？